往前这匹马虽然画面很小，但特别有力量感。这是在徐冰宏画马的作品中不多见的从侧背后来表现描写马的姿态的一件作品。看似这是一件很小的作品，但是它考量的可能是画家一生对马的观察、对马的热爱、对马的精神的一种表达。这幅作品很小，但是马的姿态特别的精妙，再加上笔墨的一种运用，所以使这匹马还是特别的生动。往前这件作品实际上是慢行中的马的姿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匹马更多的是用水墨的方法，它没有什么受光面，或者说没有什么这个亮点，那么使马整个处在一个背阴的过程中。徐冰宏先生巧妙的用浓墨淡墨来处理马的这种剪影的造型。那尤其是他使用浓墨在马的脖子上的鬃毛的处理和马尾巴的处理，使这匹马真正的就动起来，活灵活现。